欢迎各位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在本轮的英超赛事，利物浦客场2-1击败修咸顿，其中利物浦的日本国脚前锋南野拓实是攻入了攀平的入球。至目前为止，南野拓实在今季已经收获了10个入球，1个助攻。睇翻本赛季，南野拓实为利物浦在各项赛事出阵24场，其中在英超联上阵了11场，攻入3球。至于在英格兰联赛杯，南野拓实绝对是夺标的重臣，因为他先后出战5场，攻入4个入球，1个助攻。至于在另一个本土杯赛足总杯方面，南野拓实的表现同样关键，他上阵了4场，是攻入了3球。而在欧冠联方面，是上阵了4场没入球的。对比翻上个球季，南野拓实在英超联上阵了19场，攻入3球。而在本赛季，重心转移了去杯赛的南野拓实，虽然只是上阵了11场的英超赛事，但是都能够同样攻入3球，追平了自己上赛季的英超入球纪录。我是阿斌，多谢各位收听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